攻略，先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啦。上证指数升22点，报3360点；深证成指升31点，报11260点；沪深300升22点，报3509点；恒指方面报23016点，升127点；国企指数10632点，升79点。大市成交545亿。呢次请嚟阿龙咧，同我哋一齐分析嘅市况噶。安龙你好，阿 K 你好，安龙我同你讲一讲咧，一啲中资航空股啊，今日嘅升势咧都明显见到朝头早有个升势噶啦，同埋咧佢哋都连续咧一齐发盈起啊，咁啊见到中资航空股今早咧嘅就跑赢大市啦，南航暂时咧就升2%啊，咁啊东方航空升1%，但系国航咧就要系偏软啦，咁三大航空国有嘅航空公司都连续发盈起，分别咧系预料首9个月咧多赚1倍至2倍啊，會唔會都特別睇好中資航空股嘅前景啊？嗱，講緊航空股今年發盈起啦，咁基本上你話市場都預咗嘅，咁但係你話始終講緊航空股嘅睇法都比較正面嘅，咁除咗講今年嚟講啦，未來個盈利能力能夠好轉翻少少之外啦，其實你話盈利能力好轉最主要原因啦，始終喺過去呢幾年嚟講啦，一直以嚟油價高企啦，對航空業嚟講造成一個比較大嘅衝擊喺度。第一方面啦，航空業個競爭非常之激烈嘅，咁你話油價上升啦，始終佢哋都唔能夠轉嫁呢啲相關嘅成本喺度，一直以嚟都係依靠翻原油附加費呢啲嘅相關費用去對沖翻相關嘅成本喺度，咁但係現階段油價大幅回落嘅跡象啦，內地嘅航空業啦，基本上已經取消曬一啲嘅原油附加費，咁你話現階段以油價喺呢啲水平去計翻上嚟啦，佢哋個盈利能力已經大幅改善喺度。過去呢幾年啦，講緊燃油成本對整體收入嚟講咧，佔咗50%有多，咁現階段啊跌油價跌到呢啲水平啦，個燃油成本對咗收入嚟講啦，即係跌翻到去到30%至35% 左右，咁所以啦，佢哋本一方面咧由油價呢個方面嘅因素啦，都令到佢哋嘅盈利空間大咗，增長咗個純利率，其實有條件回升翻到去到10%左呢啲嘅水平，咁對佢嚟講有個好大嘅幫助喺度。咁但係我諗你話睇翻長遠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啦，預料未來嚟講，油價未必話會再不斷咁下跌落去，咁啦，對於油價嘅睇法啦，其實自己個睇法都睇得比較謹慎嘅，咁呢方面對航空股嚟講都會有個比較好嘅利好因素喺度。咁你又睇翻油價嗰方面嘅表現，無論係布蘭特期油又好啦，或者係講緊美國紐約期油都好，現階段啦，自從前幾日試咗啲高位回落翻落嚟之後啦，技術上形成咗一個類似雙頂嘅形態度。咁始終講緊嘅之前油價回升翻上嚟兩個因素啦，最主要就講緊第一方面啦，美國短期嚟講未必話會進行加息，咁始終講緊啦，維持翻個低息水平對油價嚟講都有個正面的幫助。第二方面之前市場一直擔心供過於求這方面的問題，但近期之前都有些消息講到市場憧憬油產國未來各個國家會進行減產等等，但是你看回近期的消息，講緊俄羅斯一些非油組的國家上面都未必願意去減產，如果你在這個大前提下，不排除油組最終都不能夠達成減產這個共識在這裡，如果你原油的供應仍然是這麼多的情況下，油價再試回低位都一點都不出奇，如果油價再試低位當然會有利航空股各方面的表現。咁我諗睇翻到啦，咁其實第一方面啦，未來嚟講長遠嚟講啦，航空股受惠翻住個低迷嘅油價呢個因素啦，有條件睇翻好少少嘅。咁近期嚟講，航空股有啲焦點啦，或者係市場關注翻嘅人民幣貶值呢啲相關嘅因素會影響到佢哋嘅盈利能力。咁但係啦，你睇翻啦，其實人民幣未來嚟講會唔會真係出現一個大幅貶值嘅勢頭喺度？甚至講緊市場之前估緊啦，會唔會人民幣對美金對翻七算咗呢啲水平啦？現階段言之尚早嘅，因為你睇翻近期嗰啲嘅貿易數據啊、出入口數據上面啦，都見到其實人民幣反而有個升值壓力喺度，咁但係你睇翻近呢一個禮拜啦，人民幣的確又再次出現翻一個貶值勢頭，咁呢啲嘅因素啦，短期後市嚟講可能會限制住航空股嗰方面嘅表現嘅。明白啊，其實咧油價低油價咧，其實三間國有嘅航空股咧都應該係航空公司咧都應該會受惠噶啦。咁啊，中國嘅人均收入逐步提升，民眾對國外旅遊嘅需求咧都有所增加，航空公司亦都咧隨之開拓新航線。南方航空就積極開拓更加多嘅新航線啦，例如廣州去到舊金山直飛嘅航線，以及北京去到阿姆斯特丹首次從北京飛往國際啊。而東航方面咧就著力增加歐入東南亞嘅運力投放，集團同外國嘅航空公司，例如法航、意航、俄航等等咧，都有一啲聯盟嘅合作代碼共用，咁啊合作航線咧
總共咧係704條啊，航點累計咧有372個，可以更加有效地運用資源同埋增強競爭嘅優勢。喺航線發展方面咧，你覺得邊間公司嘅策略就較為優勝咧？嗱，的確嘅，三間喺個航線或者嚟緊未來自己各方面嘅運力方面啦，都好積極咁去發展緊嘅。其實睇翻三間嘅航空公司啦，咁過去呢一年嚟講，特別同美國可能訂一啲嘅波音客機等等啦，嗰個數目都唔少嘅，咁都見到佢哋好積極咁發展翻佢哋個團個機隊上面啦。咁始終講緊內地，特別講緊近呢一年嚟啦，咁開始嚟講啦，始終外圍好似講緊一啲歐元走弱啊等等嘅因素喺度啦，都令到中國嘅旅客啦出去一啲跨境去一啲遠少少可能歐洲啊、美國嘅地方啦，個意欲係相對地比較強嘅。咁你話都因此啦，對於呢啲嘅長遠嘅一啲比較遠途嘅航線嚟講啦，個需求有個上升嘅跡象喺度，國外嘅航線啦，對於航空股嚟講有個好大嘅幫助喺度。咁但係啦，你話實際上啦，始終講緊啦，三間航空股都係嘅，國外航線啊，始終個佔比唔會話非常之大。就算嚟緊未來個需求有個比較強勁嘅增長喺度啦，始終唔會有個爆發性嘅增長喺度。咁所以實際上對盈利個貢獻啦，唔會話太過大嘅。咁反而你話講緊現階段成個航空業啦，對於航線方面盈利嗰個結構上面啦，集中特別講緊喺啲客運市場上面啦，大家都會睇翻喺廉航嗰方面嘅發展。雖然講緊廉航啦，平均每張機票個價格相對地比較平啦，咁但係始終講緊嘅佢哋個成本啦，相對地比較低啦。咁整體而個盈利能力係反而更加之高嘅。三間航空公司啦，現階段都會有發展廉航嘅相關嘅措施喺度。咁當中啦，自己比較一直都睇好翻東航呢間公司嘅。始終講緊佢哋嗰個廉航發展啦，特別見到過呢一年嘅購買嘅一啲嘅客機等等啦，都集中積極發展翻佢哋個廉航嗰方面嘅業務上面。特別講緊一啲嘅國內線啦，一直以嚟都係講緊喺內地方面個業務佔比係相對比較大嘅。咁如果咧講緊佢哋喺個內地航線方面啦，嚟緊未來發展呢啲嘅廉航服務嘅話啦，咁相信啦，雖然收入未必會有個馬上提升嘅跡象喺度，咁但係相信對佢哋個盈利能力啦、成本控制方面啦，會有個大幅改善嘅勢頭喺度。咁所以我諗咧，我自己喺呢方面嚟講都睇得比較樂觀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行業嚟講啦，我自己暫時講仍然比較睇好翻啦，都係講緊東航呢間公司噶。明白啊，咁啊，其實再講一講咧，三間國有航空公司合併嘅消息啦。其實南北車合併之後咧，市場咧都好期望咧，三間國有公司都會有合併嘅政策啦，有合併嘅消息。咁其實之前都炒起過一輪噶啦，其實合併嘅機會又大唔大咧？嗱，咁咧睇翻呢啲位置，你再炒呢啲合併啦，我覺得就未必話有個太大嘅直播率喺度嘅，因為最主要啦，其實講緊合併啦，最主要都係講緊你三間嘅航空公司可能喺貨運上面啦，有機會進行合併等等。因為正如之前所講嘅，客運個需求現階段其實都比較龐大嘅，始終講緊內地遊客出外旅遊嗰個意欲啦，都仍然比較高漲。咁你話但係啦，你睇翻個貨運嗰方面啦，個表現的確係比較弱嘅。咁所以之前市場一直憧憬緊有啲合併啊，重組去帶動翻佢哋個貨運嗰個業務上面，能夠做翻好少少，同樣地喺個國際市場上面有個競爭力喺度。咁但係啦，短期嚟講咧，特別講緊呢段時間啦，講緊五中全會左右啦，我相信你話會唔會再炒呢啲合併嘅相關嘅消息啦？可能性未必太過大嘅。咁市場反而會集中焦點啦，喺呢個13/5規劃當中啦。會唔會有啲相關航空業嘅政策有機會出到嚟啦？咁其實你話睇翻都可能有機會嘅，特別講緊嗰個空域改革上面啦，都係講緊近期嚟講市場嘅焦點。咁市場會關注翻空域改革上面啦，會唔會對嗰個航空公司嚟講造成一個幫助嘅？始終講緊你話空域改革啦，都係講緊一個需要嘅亮點。始終講緊有好多國際研究報告上面講緊啦，現階段內地嘅航空公司仍然係欠缺一個競爭力嘅。咁但係啦，如果啦空域改革個步伐能夠做翻好少少嘅話，對於佢哋國際航線嗰方面啦，的確係能夠大大咁提升翻佢哋個競爭力，咁呢個方面啦，都長遠嚟講係配合翻國策嘅扶持。咁所以我覺得你話航空業啦，政策層面上面現階段未必會炒一啲嘅改革嘅措施喺，未必會炒一啲重組合併嘅措施喺度。咁但係你話航空業啦，整體而言，我相信後市嚟講咧，仍然係存在一定嘅炒作喺度嘅。明白啊，雖然合併嘅機會好似安諾就唔係太睇得好大啦個機會，但係咧你都睇好呢個嘅航空嘅板塊，有冇話頭先你就提過啦，東航你都係比較推介嘅。如果投資者想佈局，可以點樣做咧？嗱，呢啲位置暫時講小心翻少少嘅。咁雖然你話睇翻好少少啦，咁但係始終見到呢一個禮拜嚟啦，人民幣都出現一個貶值嘅勢頭喺度。咁始終人民幣貶值對航空公司嚟講有個比較大嘅負面影響喺度，包括啦匯兑損失啦，同埋講緊未來嚟講佢哋發展團隊購買客機啊、飛機等等啦。個成本會加大咗，咁所以短期嚟講啦，我覺得你話航空股要再進一步推上啦，如果冇特別嘅消息嘅情況下啦，係相對比較困難嘅，咁所以我覺得唔需要急於買住呢啲位置啦。如果要考慮吸納嘅，我會建議大約4.8呢啲位置去買嘅。咁指示位 set 翻之前嘅低位啦，4.4呢啲水平，唔穿4.4承擔10%左右嘅風險，可以繼續中線持有。喺4.8呢啲位置買咗啦，短期後市個目標啦，我覺得暫時嚟講可以先睇翻大約係8月份呢個高位，睇翻5.6、5.7左右呢啲水平嘅。
好，唔該，劉長在嘅分析，一齊睇下呢個板塊最新嘅造價。國泰航空靠穩報15.4，東航係靠穩報4.9，南方航空升挨近2%，報6.21，中國國航跌1%，報6.86。呢次時間差唔多啦，先同 Arnold 做翻申報。頭先提及嘅股份或者指數相關資產，Arnold 有冇持有？都冇持有嘅。轉頭翻嚟有更加多嘅直播環節，我哋轉頭見。